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我是小芳。今天我们要去捞桃花啊，不是，今天我们要去摘鱼啊，不对不对，我们是要去捞鱼。很久没有捞过鱼了，就是今天是纯属体验一下，看那个河里面有没有。走吧，走。我们是青洞世界捞鱼队。最近一直下雨，这个河里面的水有一点深，不太好捞。捞到了一条。啊，对吧，我看一下。哇，不错哦。来，等一下。捞到了一条小鲤鱼，还有一只小虾。小小一条，这一条好小，这又吃了那两条比较小的。你给个细节，好小一个的，这是小鱼，大的捞不着，都捞的小，又捞了两条。哎，我看到边了，你等过，等过，啊，这个有点大。这有点大。又找到一个。还有虾米。捞到两条这个小虾米，以前的话这里有很多的，现在是越来越少了。嗯，哎呀，有点意外收获，居然捡到两个蛋。嗯，太好。哇，这个大的，哦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个这不是什么鱼哦，这个鱼五颜六色的，鲫鱼吗？哦，这鱼不会有毒吧？这个鱼，哎呀，又得一个，今天就。捞到很多小小的鱼，不过我们今天主要是体验一下。嗯，这个等一下又把它们放生了。走吧。以前在这种小溪小河里面随随便便就可以捞到很多鱼，但是现在捞了好久才捞到一点小鱼。今天我们只是体验一下小时候捞鱼的那种感觉。好了，我是小新，我们明天见。